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子。怎么不是啊？我不瞒大家伙说啊，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，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，我发过誓。媳妇儿，我爱你，今生今世永不分离。不分离，就是不分离。山河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这几个词应该唱出来。多好听啊，小米粒儿，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？听出来了。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？就是，你不各奔东西，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。哎，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，他平时工作挺忙的，有些业务回家办，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，所以他才在车里住三天。是，我告诉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。哦，行啦。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，行了吧？那我问问啊，这张照片怎么办呢？重新照，重新照呗，重新照啊！啊，来，摆好姿势，开始了，一二蹦，来啊！哎，看镜头，哎，来，三二一，哎，这张还不错呢，是不是？这张行，小两口，这张肯定能评选上，我走了啊！行，哎，把它做好啊！好嘞，行了。走吧，儿子，回家吧。哎，干啥呢？我再睡会儿。那是睡觉的地方吗？我去哪儿睡啊？回家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洗澡。姐呀，我也懂了啊！以后啊，咱不跟别人比，对，不比就不比，对，我幸福。对，好，一片乌云全散了。哎呀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几点了？赶紧睡觉。你们姐俩回屋里睡去。好好好，我睡这沙发啊，这坑归我了。哎呀，他们能睡，你恐怕不行。我咋的了？我刚才出去是。打电话来着，完事我跟我那几个大哥吧，把你家这些事都说了一下。这几个大哥呢，带着众多的小舅子，说要来找你聊聊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上高速了。哎呀妈呀！这个老王，你那大饼子借我一下，半道用啊，真的。不是姐夫。啊，对，这个这回用上了。对，这回。我。那什么？哎呀，老伴儿，你干啥去？不是。你在家不还有我呢吗？有你没有你还不至于这样的，你那几个小舅子一个比一个驴啊。等会儿爸你别走。不是啊，是姨啊，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给你们家没说我的事儿吧？也没说什么。哦、哎、就说你比我大姐夫还坏呢。哎呀妈呀，更回来更回来。不是我那个该这不是，哎！哎呀，哎呀，不是，你看，像这样，你说，你看，你可真行啊！一个人来串门，你串走俩。哎呀，我说妹子，你不怕事儿大呀？就是啊，你这是怎么的？你这，怕了吧？就你家人会演戏啊？我也会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吓死我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哎呀！头疼也是。我给你按一下就好了。按来。哎呀，不用给他按呐，谁脑袋插泥里都疼。干啥呢？他这。哎呦我！咋的了？我现在头疼。没事吧？嗯。啊，往后讲讲吧。后来呢？讲完了。没有。后来。再后来，对，后来。嗯。后来我讲到哪儿了？啊，那个讲到吐了一条泥鳅鱼。对，当时啊，我吐一条泥鳅，我说我吐什么泥鳅鱼呢？贝贝，你别说话。好。我听当事人讲呢。后来。
都是这毒液大。笨笨，你看你，就你瞎插话吧，他都忘了，你讲吧。不。讲啊。不让我说话吗？现在可以说了，你讲来，你讲。后来。小点声，那我讲了。讲你就讲。我就认那段儿。当时情况万般险恶啊，后面就该上岸了。我啊对，后面那个小脸就一手拉一个就上岸了。小脸，我听明白了，你真的好伟大，你真的好帅。哎，小脸是不是特别有男人味？特别有，太棒了。小脸，哎，不对呀，笨笨。于小脸一下水救人，你衣服咋湿的？对啊，我下去救的人，你衣服咋湿了呢？来吧，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啊，是这样啊，我背小脸回来的，小脸全身湿了，我这不全身不也湿了吗？合理不？合理。不合理。你背上你后背应该是你前面咋湿的？来，请继续合理。啊，那个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我这个背小脸啊，就是太累了，就是背着回来，我就发现呢，这好像是背不动了。然后我就先换个面吧，就给抱回来了。合理呀、啊？不合理。你俩今天怎么回事啊？莫名其妙的。田经理，是有啥事骗我？田经理。哎呀，客气，哎呀，太感谢你了，我今天就特意来感谢你的。应该的。你说那时候多危急啊！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，儿子，快点，谢谢田叔叔，谢谢田叔叔，谢谢小脸叔叔。哎呀，看着，谢谢我。哎，等会儿，孩子，我问问你，到底谁救的你啊？是这样的，哎，咪咪，啊，你看这儿看特清楚，你看。当时啊，让一个过路人给拍下来了，就他们救的，你看多清楚啊，这视频。儿子，你看看，于小脸啊，这个孩子拍背的是笨笨吧？对呀。在旁边吐泥的这个是你吧？对呀。但是，我不仅吐泥，我还吐鱼了。你小脸叔叔，你吐的鱼我都给你养起来了。小脸，怎么回事？你不说你救的人吗？你给我个解释，你也合理一下。这个视频的我当他孩子。说呀。完，我。说呀。说呀。我错了。我错的事是今天有黄总今天骗你。哎呀，这么说吧，那个是我们田经理救的孩子，不仅救了孩子，还把我给救上岸了。于小脸，万万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我今天终于看清你了。不是，咪咪，你误会他了。其实第一个跳水救孩子的就是小脸，他不会游泳，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孩子。他的这份举动，这个精神，不值得大家感谢吗？小脸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误会你了。怎么样？辣椒水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，来继续。哎呀，这个孩子一孝顺，在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，日子过好了，别老在家闷着，哎，没事出去旅游。旅游。对，本来吧，那个法国、英国、美国都是。你别说话。有感觉了，上听了，你不就出去旅游？旅游。什么叫旅游？旅游出去走，旅游，对，走出去走。嗯，我哪有那时间呢？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，有时候我出去买菜，算不算旅游？哎呀妈呀，太可怜了！你再喝一口，兄弟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，有感觉？听了，行，听了，旅游。这块都木了，哎，对了，都麻了，哎，好，你先别管这个，出去旅游，旅游，对，旅游，去哪儿？去大西菜行。哎呦，
买菜，买高级菜不讲价。哎，有点意思了，你赶紧把打电话，让他借这酒劲收拾收拾，以后就给收拾他，对，教育他，教育，打电话，打，快打了吧，待会儿酒劲过去了。喂，十三妹呀，三爷，别，你别，没事，你小点声，哎呀妈呀，给谁打电话？外人，没事，没事，十三妹呀，那妹夫在这呢，你别着急啊，你过来了。马上就到了，好，哎呀，他马上就到了。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。哎呀，对，你不怕，你就这样的，我还不管呢。请坐。死哪儿去了？派出所门口等我吗？是。去哪儿了？然后跑这儿凉快来了，对，找死啊！你赶快坐着，把鞋脱了，换上拖鞋啊！你别动，你慢点，你别动着胎气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胎气？你不是怀孕了吗？我没怀孕呢。哎，啊，这有什么不承认的呀？刚才电话里我都听见了，怀孕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刚说两句，不就手机没电了吗？啊，我今天不检查身体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天二米把他化验单就取回来了，我打开一看呢，猜怎么着？啊，二米怀孕了。啊啊，二米怀孕了！大姐，你就别在这儿刺激我了，你没完了还。顺风，你咋还不信呢？我这化验单你自己看，你看是不是？你自己看呢？你看，哎呀妈呀，是吧？看见了吗？你老婆，街坊邻居们，我怀孕了，是吧？为我欢呼吧！顺风，你要冷静，冷静啊，冷静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米。好的，快快快，赶快！二米粒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有完没完了？啊，有完没完了？怀孕了，你有病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咱家有一个算一个，以后别叫二米粒儿了，啊，就叫严姐弟，爱咋咋地。媳妇儿。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你怀孕了，给我上一边去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走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呀，苍天哪！陈志芳，哎，扶着我。我不是，我。你把这张化验单啊，拿金块给我裱上，挂起来啊！挂哪儿啊？小区门口。大姐吧，哎，把这事儿宣传出去，一定要让全小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二米粒怀孕了。哎，好，大姐夫，哎，替我们家二米粒高兴吧？高兴，好。以后你们两口子伺候他，就是2017年你们工作的重点。明白。大姐，哎，不光把他的衣服洗干净，要消毒。好。大姐夫，哎，科学的膳食是你的任务。好。媳妇儿，你想吃什么？你尽管说。嗯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生花鸭。我明白了。大姐夫，哎，满汉全席。放心吧，站起来。媳妇儿，休息。聊上。哎呀，老钱啊，这事儿啊，我给你解释清。你看这一对，我也解释不清了。我把阿姨找回来，她都给你说清楚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。脱下来我咋走啊？你爱咋走咋走，你咋进来的？你咋出去？有啥了不起的？哼，不就一个破老虎皮？我脱完我就还给你。我自己也有衣服，我就穿着这个走。你看见了吗？穿这个走。站住！咦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？对，我给我媳妇儿买的。给媳妇儿买的？他给他媳妇儿？我媳妇儿怀孕了。媳妇儿怀孕了。
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，正好七个月呀、啊，耗子呀！我明白了，该走的不是你，应该是我呀。那个谁，你再见。陈师傅，你干干啥呀？你叫我呀？我问你想干啥呀？啊？你在这说啥呢？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！咱俩生活这么多年，我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？媳妇儿，我相信你。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？你信吗？耗子，不是我说你，咱解释就解释呗。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？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，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，这不挺合身的吗？哎呀，这我不是给你送的，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。不是，不这事儿，你能给我整明白？你放心，耗子，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，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？对啊，也是七个月呗？对，这么巧吗？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？他就这么巧，你媳妇儿也怀孕了、啊，谁能证明啊？你不相信，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。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，我这电话呢？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，电话在我这兜里呢。你等着啊，你打，等着啊，你打，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。什么玩意儿？哼，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。喂，媳妇儿，你怀孕了吧？别说，别着急啊，我摁上脸皮你再说。说谁你媳妇儿啊？啊，怀孕了？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咋回事？你媳妇儿啊？哎呀，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。你要这么整的话，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，她怀孕了。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、啊。真是你媳妇儿电话，人说你有病。那我就唱一首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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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唱呢。这歌我们都会唱，你选的好啊。啊，世上只有妈妈。你唱，我唱。嘘，别等人了，来，让他整。我掉鸽子笼里了。不是，我是歌手，都弄整来了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好，我的妈，这么有劲儿呢！我的天哪，你是冠军了！别唱串了，我好像唱串了。停停，来、啊、暂停，来，由你这位选手归队，归队。我哪归我专业组的？我告诉你，这都是鼻祖。来归队，不是，咱先把唱歌跑调的事儿放到沙发后头啊。你们几位一周得去 KTV 团购多少回才能把头串成这样啊？现在的人都咋的了？你告诉我，没有提词器，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出来吗？李宝杰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是。唱歌要的是一种情绪，词曲运用自如，那是一种境界，这就跟串门似的，偶尔串对一两回，不也挺热闹的吗？你说是不？行，说的太狠了。但是宝洁必须得说你两句，咋的啊？这歌非得你们会唱歌的人唱，俺们唱的不好听就不唱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，俺们这唱歌不好听的，你越来越不敢唱了。可不是咋的，宝洁同学，我告诉你。就你们那些麦霸在那个 KTV 里咔咔一顿唱，你想过我们的感受吗？你还能有朋友吗？就是唱得太好孤单。嗨、哎各位老师，我错了，唱歌嘛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，是我较真儿了，希望各位评委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改，请老师为我转身。哎，我这你干嘛还有点朋友知道吧？你要这么唠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下次 KTV 团购我们能带着你，知道吧？带你一起玩。为了表达我激动的心情，我给大家唱一首。好呀，好啊，太好了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金子也不错。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、啊，一辈子总高兴又图个团团圆。今天。
伙食不错吧？嗯，有肠儿，行。吃完了啊，咱们接着整。嗯，炸，给我可劲儿炸，不够吃，我一会儿上超市给你们取去。哎，我说王老师，这超市你们家开的？对，我妈开的。有亲戚，是不是？哎，炸，哎。这怎么你家挺热闹啊？我二姑父，二姑父好。这位就是超市老板娘，干妈好。这是我大姑父，他俩两口子。大姑父好，干爹好。大姑父干爹好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不是？你们先回避一下吧。好，我们谈点事。王小强，我。这都干啥的？这都是啊？你说你看看，你把你们家造成什么样了？啊？你这干啥的？啊，你爷呢？旅游去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山中无老王，小倩称大王啊。哎呀，你这家挺能造啊，这饱不饱啊？饭饱。喝瓶醋吧，喝瓶醋就饱了。这玩意儿我干不了。干不了？我问你，王小倩，最近是不是在超市赊账了？啊。来，还钱，还钱。没有。没有啊？你啥时候有啊？我爷回来就有了。你爷啥时候回来呀？不知道啊。那你爷爷走前啊，就没给你留俩钱啊？花完了。哎，大姑啊，你看我这日子过的呀，除了方便面就是火腿肠，要不能上我大姑那儿去赊账去吗？哎呀，我说你呐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哎呀，你说你就天天吃这个呀、啊，这能行吗？啊，这老吃这东西对身体也不好啊。哎呀妈呀，又来了！这回是我妈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大哥，快！什么快？俩都来了，俩都来了，俩帮着你先帮我录呗。我先说，我先解释。你别先，你给我，先帮我呗。不是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你听我说。我告诉你，我出个主意啊，咱这个事儿咱不解释，不解释。对你信不信我？信你。你什么套路？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，这个事儿准能办成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很简单啊，这是我小姨啊，回头小姨来了，我一会儿我就接通，我这个也接通，我让她看着直播，这个事儿她不就明白了吗？哎，我看行，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只能这样啊。行，这么提吧。准备，你准备，快来，就准备，我接了啊。啊。臭不要脸的！哎呀，大哥，都怪我，怪我！小姨啊，你跳边儿滚呐！在这儿呢。不是，行，你坐着吧。不是，小姨啊，是这么着啊，我让你看个，不是我让你看个小节目，你别说话，我求求你，千万别说话。来，你让你老婆看上你。妈妈，我在这儿呢。妈妈，你的男朋友呢？你看，在这儿呢。你看，阿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小伙子。哎呦，这也不是小伙子了吧？哎呦，妈妈，岁数大了会疼人吗？看着呢。什么？岁数大了、哎，我怎么看着好像还有点不乐意似的？不是，他是腼腆型的啊，怎么没头发呀？啊，那个清爽，嗯，哎，年轻人啊，你们的审美我不懂啊。行啊，你觉着好就行啊。这男朋友我也算看见了啊，虽然长得，哎呀，岁数吧，哎呀，头型呢，哎呀，看着。哎呀，只要对你好，妈就知足了啊！行了，找这样一个男的，你就自寻多福吧啊！哎呀，你妈啥病啊？怎么老癌呀？啊，不是那个，你敏感了啊！妈，再见。行了啊，这儿还没完呢。对，小姨啊，你看明白了不？这是我邻居小黄，来打招呼。
嫂子，误会了。哎、不是，你看啊，小黄啊，她没男朋友，但她骗她妈说她有男朋友，她妈呢又要跟她男朋友视频，所以说她得找个男朋友啊，就找我小姨夫帮个忙。我小姨夫不是那样的人，明白了不？啊，不明白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他给你解释的那么清楚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我是不明白，这么简单一个事儿，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呀？我不慌张，我是怕你瞎想。你心里没鬼，你用怕我瞎想吗？这怎么就是嘛，小姨啊，我就跟我姨夫说，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，这事儿多好办呢，对不对？哎，顺风，哎，其实刚才看见你啊，我就知道刚才肯定是误会。你看，郭子，到。这次的事儿就算是划过去了，以后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整事儿，你就整我。嗯，行了，今天的查岗呀，结束了。李碧，哎呀，你看完美了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对呀，啊。